日落日出的每一天，是否想过要把一天的变化尽数眼底呢？城市的风云变化，车流的川流不息，夜空里的斗转星移，其实都可以通过一种延时摄影呈现在你的面前。物体或景物缓慢变化的过程呢，被压缩到一个较短的时间里。换个角度，换种心情，让那首耳熟能详的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重响耳畔，或许会带给您一场全新的视听盛宴。